跨湾大桥正式通车，我带住架单车同大家行翻一转啦。提一提大家，出发前去附近嘅商场去一去洗手间。由将军澳站 A 出口行过对面宝盈花园。好啦，我哋出发啦！如果你冇带单车，可以嚟呢个位置租，或者睇下附近有冇共享单车。嚟到呢度有分叉路，大家记得系要上桥。嚟到呢个位置落斜路，大家要小心啲。嚟到呢度日出康城，直去就系上跨湾大桥。好多人行喎呢度，系咯，正式上桥喎。
今次呢条路程我用咗45分钟去完成，如果你系车神，可能唔使30分钟就搞掂啦。如果喜欢这条片，都俾个 like 我，分享俾你朋友，同埋记得订阅我频道啊！记得揿埋钟仔，咁有新片会通知大家。多谢收看，拜拜。